来到了音乐游乐园，一起玩出最漂亮的一次。特别嘉宾 Yon、 李宗盛、史诺比、 Rods、 Lucifer。 第一届冠军麋鹿冰，五月天也会在当晚和你们见面哦。谁将赢得50,000元现金？谁将会当选非常 SuperBand？ 10月5号星期天晚上7:30 U 频道非常 SuperBand 大决赛中自有分晓。